来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，善用乾坤。所谓乾坤呢，就是乾代表西北，坤呢代表西南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善用乾坤就是说啊，你的房间里面的西北方还有西南方，那你只要是男生就是以西北方为主，你只要是女生呢，就以西南方为主，然后把你呢这两个位置上放上呢属于你自己的财宝宝箱啊，里面就放你的存折啦，什么邮局存折、保单跟钱财有关的东西放在那个位置上，然后用一个箱子放好，那这样子它就可以帮助你呢在财运上会有所提升。那切记，男生是在西北方，女生是在西南方。那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